么东西啦？没有不爱你的那个人气值啦。为什么？什么意思？就是因为我设九点开播啊。对啊。那九点我一定要九点以前。为什么？他就是一定要九点以前啊。那我每次设那个就没有用啊。你就要59开，我是29。我从来没有都，我从来没有提早过。提早一分钟，还有雨林在旁边，为什么？等一下，不要拍我，等一下。我不要拍你了。等一下，等一下，现在有点慌乱。我拿一个饮料。等一下，等一下，我要奶茶。Hello， 等一下，我现在有点乱，等一下。Hold on。Oh yeah。Thank you。Hello。真好，我也想要没有刘海。等一下，等一下，等一下，差点忘记。等一下，等一下，等一下，遮好，遮好。Hello， 晚上好，俊颖。Hello， 博婷。Hello， 漂亮吗？不漂亮。哎、欸，你要录镜了吗？等一下，等你，好，等你。哎、欸，我的电池有开哦，不是触控。我的充电有开吗？有啊，没有开。又是病，我不想喝啊。啊Hello， 胖胖。啊，等一下，我教你。不客气哦，阿正。看得开心吗？你确定只有今天吗？玉人。等一下，等一下。可是我扣起来就跟你不像。等一下，等一下，等一下。好难穿。好慌乱。阿姐今天怎么穿这样？因为我们今天就随你待会就知道，你看到我你就随便没有，我是我先穿这样，然后结果我想说要帮你配一配，结果哎、欸，为什么我们穿那么像？对的。哎、欸，这个真的会一直往下滑。嗨，孝贤，这个真的会一直往下滑。你看看我们。Hello， 开心之光。等一下，等一下，这什么刘海？等一下，等一下，等一下。我们应该要开全身的，我们今天超像。我们现在站起来。哔、啊、哔。好慌乱啊，这个你平常真的很厉害。哎、欸，其实我如果没有刘海，是不是跟你长得一样？等一下，你想太多了吧？来等，不行，想太多了吧？今天没看到猫头猪吗？哎、欸，那你在不开心什么？阿凯，猫头猪是重点吗？不是吧？什么？现在还有没有看到孙雷在播听 ？Hello， 谢谢胖胖的青汁罐。这到底什么刘海啊？天哪，我怎么？哎、欸，你今天有看到？我今天怎么 ？Sparky 有 Sparky，Hello 姑妈。啊、哦！今天还想看林姐哦，不行哈。我的刘海。不是不是。啊？对啊，可是那个地方给我差点。那你啊你啊。那你先开播，好快，等我一下。嗨，大家。我去修理一下我的刘海。啊不，对不起。哎，发生什么事？哎，晚上好。Hello， 飞机。谢谢小星星。在很后面嘛，没关系的。你要这样想，你要让不熟悉我的人站前面一点。你在说什么？这样就可以看到我了。谢谢博婷，谢谢西西的浪浪会员选票。林姐长腿，那就有长腿。蛮长的。什么？你明天也在很后面，后到谁？哈哈，心意，可惜耶，我刚才上次看过了，而且我一直有看到你啊，对不对？现在谢谢浪先生还有会员选票，可是你更想把我毛线给我看，不要，拜托有人。今天是 M 海边 MV， 没有，我们今天就是很随便的出门。我不太随便。很赶的回家。真的，我们超赶的。因为
明天会亲吗？你明天会亲吗？亲谁？看状况。Hello Jimmy， 谢谢胖胖的荧光棒。我救不了了，放弃。刷什么红红的？口红。笑屁。阿姐好啊。好，行，谢谢。随性就是很赶着出门，然后也很赶着回家，哈哈。林林当然是亲啊，不要拜托。Hello Ted， 好了。终于。谢谢美好。Nick 晚上好 ，Nick 快生日了。Nick Happy Birthday！ 等一下，我是有点大声。雨林放弃治疗，哈哈。随性赶路，真的。明天在第一排我们的左边，好哦，阿凯。这个到底有什么障碍？哎，那蛮近的啊，我们的左边。我觉得两旁边的座位。有什么一定要戴吗？哎，我开心。OK。歪了，歪了，歪了。你帽子歪了。没关系，那我不戴了，算了，放弃。呆呆雨林。哪里呆啊？我今天很特别，好不好？我今天是林杰。啊，我的刘海啦。再去卷一下嘛。可是重点是他现在是他的，就是再卷也没有办法，再卷就好了，没关系。嗨 ，Hello， 板兔，板兔，我好久没有看到你了，板兔，超久没有看我直播了，谢谢哭马的放在会员选票，戴夫帽就是呆吗？玉人是不是在讲卡翘啊？你在开心什么？你不觉得我今天很特别吗？没有人想理你。我今天穿得很特别。谢谢哭嘛，谢谢哭嘛。你应该要给他们看全身，但我家才没。那我们站起来。你这样子起来。麦啦，你起来就好了，我帮你。我突然觉得这样穿很像猫头鹰，你知道吗？就是宽裤，然后不要。你很奇怪哎、欸。你有帮你用，我都帮你忙好了。奇怪。为什么有吃汉堡王？什么意思？雨林今天不一样，因为雨林今天都穿我的衣服。对，我今天是林姐，我们两个今天是双胞胎，不是姐妹，是双胞胎。嗯，其实也是姐妹。我在讲什么？我们今天穿超像，就是里面全黑，然后外面穿白色衬衫，超好笑。就是我帮他配的。对，我在尝试尝试不一样的感觉。对对对。哎呀，知道你什么刘海啦？雨林衣服，雨林就要穿下，穿下，因为我很高啊，我比较高十公分，只是很多很，就是，可能肩带很松啊，裤子太长啊，衣服太长啊，这种东西。这样，我放弃我的刘海了。西然说我没那么圆的双胞胎。我不要理你。Nick 生日快乐。难怪感觉不像雨林风格，对啊，雨林，什么叫穿出去扫街？小孩穿大衣，哈哈，这个。谢谢博婷的分享，今天全场喊玛利亚扣，对啊，你们要帮阿贝桑喊大声一点，裤子拖地也没有拖地啦，没有拖地好不好？但是很长就是了。对，我今天连鞋子我都穿林姐的，超大。我穿到脚踝上。真的，我是离地面这样子吧，这样子，就是如果没穿鞋子的话就拖地了，差不多。谢谢 Nick， 谢谢 Nick 的麦克风。啊，不用折啦，哪有人穿宽裤在折的？尤其是这种。我们要玩游戏吗？哦，对哈，我们今天想说要玩游戏。原本想要玩恐怖游戏，可是呢，其实我还是有找到一个可以玩的恐怖游戏，可是那个真的太可怕了，他会突然在哇的那种，然后我今天大叫一声，林姐就被我吓到了。所以你真的叫太大声了，我不行。反正就是我们现在先玩，你们玩过八分音符？我们先帮 Nick 庆生好了。好。那也不是庆生啊，就是。跟他讲祝福的话，你有看过我跟人家讲祝福的话吗？没有。好，讲字给你看喽。好的，就是呢，祝 Nick 生日快乐，万事如意。
心想事成，恭喜发财，红包拿来，差不多就是这样。就讲一些拜年的话，对对对，就是这样，对，就差不多这样。为什么是拜年？你要试试看吗？来吧，祝那个生日快乐。我爱林杰，不对不对对，这是什么关联？Hello， 思源，对吧？有人发现我不一样了。Nick， 你要生日礼物吗？他直接给耶，哇塞！一来就讨红包，大件呢？瞬间祝生日快乐词，对啊，因为我就是那样，我不会讲。你要看默剧了？什么默剧？小贤，为什么你要在聚餐呢？为什么我们要穿情侣装？米九问我们为什么要穿情侣装。哎，我刚刚在路上有想到这件事，我很怕人家、就是、不会好吗？人家会不会以为我们？人家觉得应该只是觉得我们是很好的朋友，是吗？手势特效开起来，你会看吗？这个吗？手势特效。上次有开吗？还没啊，你要按才开。金刚。这样子。哦哦哦哦！哎，为什么没有？好像是，哎，可以两个吗？好酷哦！可以全开吗？可以。可以啊。你要按。有些没有。有没有按的？对，有了。有了，有了。我会学他，你比，你比我学他。OK。直接不想理我。哼。你有教你姐怎么选活动？我知道怎么选啊，可是我，他只是不，就是说，其实不是有时候说什么不能送那个浪浪会员选票吗？可是呢，等下刚刚什么东西？圣洁师。那个可是我有时候没有选，你还是可以送啊。但我不知道到底是怎样的，就是我有时候有选没选，而是没有关系。他一次只能一个。对。对啊，刚刚那个人怎么叫圣洁使他？我只记得之前不是还有一个叫什么？是周杰伦还是什么？是吗？罗志祥、周杰伦，不知道，忘记了。反正就是一个很好笑的名字。好，我们今天想说要来玩游戏。Yes， 米达。然后我们要玩八分音符。八分音符。我前面玩林杰就已经快疯掉了。又不是口红，有红包。太好笑了。谁的？Nick， 谢谢 Nick， 生日快乐！谢谢 Nick， 祝你生日快乐！我爱林杰，送你生日礼物。什么？我刚刚的步骤好像不太对，我刚刚抓了，然后就，把它吃了。不是口红，是红包啦！你们很奇怪欸，不要学我讲。我们来玩八分音。Hello， 旅冠，谢谢，谢谢 BB 的蓝色英文版，谢谢 BB， 谢谢 BB， 哈哈哈哈，谢谢冯亮分享。你说我们要怎么玩？一次玩啊，就是唱一首歌。哦，对，我们要跟着一首歌。你播什么 ？Love Shows 之类的。有。我们从我们的勇往直前开始。OK， 可以。勇往直前。我们会跟着唱，可是音量会变大声变小声，这样怎么样？可以听到林杰唱歌、哦。休想！休想啊！那你想许下心愿愿望之前？是吧？哎，要大声一点。但他太大声的话，他就会一直走。我管你，快点！来来来，谢谢收泽，你要给他们看画面。等一下，等一下，等一下，等一下。
等一下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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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啊！哎、欸，这好难哦！你可以，你可以在死掉了，死掉了。你可以在这边看嘛，过来一点。哎、欸，你可以在旁边看啊，没关系，没关系。你要上来啊，搞笑、啊！那我要开始喽。等一下啦。好，你先准备好。你要上来。哪有业配？好像很好玩。对啊，你没有玩过吗？我的手机有点淡，不好意思，换手机吗？你不要，你换。你换给我。OK。我要你的下一对子。那你换别的。你换那个三颗那个。不要丑。指尖陀螺。好丑。太好笑了。我们来过关。好吗？快一点。OK。我开始喽。来。许下愿呀！等一下，等一下，上来，上来。哎，继续吧。哎，等，掉下去了。哎呦！我已经死掉了。我已经死掉了，等一下。太好笑了吧？你看，我已经死掉了，再一次，再一次，不成功，不成功。我们什么时候才能上？No, 哎，动态很棒。
学先跟着去吗？韩国耳环，然后结果林杰得到这个，我快笑死！
韩国代代跟韩国耳环，我们比较像耳环，就把它传到韩国代代。不是，我只是决定把它送给你。我不要，你是不是不要太浪费了，带回家我又不要。他刚刚又把它丢掉了，你知道吗？我把它救回来了，他现在要送给我 ，OK， 没关系的，我收。林姐的礼物我都收，就靠雨林清清组织，他会叫个男生，他说啊，走开。这个刘海到底有什么？不行，玩返校啦，返校不太行。林杰的礼物你也收。谢谢金耀分享。雨林不想要你再收，还是你想要，你想要看我们玩恐怖游戏吗？可以不要吗？很可怕，我真的不行。谢谢呆呆的校园车神。我的荧幕对着你们，如果看到什么就是你们看到。不是，我们会讲，我这不要看荧幕。可是我们会叫啊，这是重点，我们会叫啊。等一下，他的前面就有点可怕。等一下，在哪里？在这里。这样没人想看。Oh my god！ 等一下。随便乱点，然后随便乱走，然后你们看着。Hello， 你们，什么东西啊？你撞墙了吧？啊！怎么吓死我？你干嘛？我被那个手势太好笑了，太好笑了。我现在完全看不到我在干嘛，你们可以告诉我我要干嘛。Hello， 我一直被自己的那个脸部遮掉吓到。Hello， 你先等一下，我先关掉。可是他为什么？我现在在哪里呀？好可怕，太可怕了。太多了吧？对啊，太多了吧。继续啊，我要随便乱玩，我就一直让他直走，然后一直乱点。你们有看到什么东西吗？有看到什么东西的话可以告诉我。我会怕你，你还在那边说我不会怕，我超怕的，好不好？我不知道啊，我现在在哪里？啊什么啦？啊我在哪里？看到一张。好可怕！你别乱玩了好不好？等一下，不要再玩了。什么圆圆的大脸，你们很烦。好，算了，不玩了，我们就这样放弃了。看到太可怕了，太可怕了。林姐，你待会陪我洗澡。干我什么事？立马解除安装，我今天早上才下载的，现在解除安装。不是，你知道他今天下午玩的时候就有出现，然后我根本什么都没看到，在旁边滑手机，就有他叫他的声，还有我也跟着叫，超大声。谢谢小雨的粉笔。Hello， 田中动力王。Hello。现在看光光林姐，不用，他不用脱光光，他看我脱光光。我不会看你，很奇怪。对，他会玩他的手机，我只需要他在旁边而已。我说我要陪你吗？我就是要，你又不是没陪过，奇奇怪怪的。什么？那是什么？对不起，暴露。哎，我们两个用台语对话，哎。然后他就不跟我讲话了。我们来用台语对话。大家好，我是中武林，欢迎。我是。水姑娘，水姑娘，什么东西？水姑娘，就这样子。
系列水宝。水宝不是老婆。对啊，老婆。你是我的老婆。不是啊，不是你的水宝。我是你的丁娜。是这样讲吗？水果牛。谢谢，拜拜。拜拜。公牛。等一下，好，继续，我们来对话。明仔载是 mini concert 的最后一天。最后一天。明仔载是 mini concert 的最后一天，是吗？是这样吗？最后一天。他的台语比我好。我就欢喜的。我就紧张的。期待怎么讲？我就期待的，期待好，好像有点难听。后面那个嘻哈女生啊，前面的嘞，前面的谢谢，前面的是小屁孩。大家好，我是小屁孩。后面是反应。五谷。哦。还是我们要继续玩上个礼拜那个游戏。好像可以，只要我们不要太大声就好。嗯，好啊，我要拿耳机。谢谢小明的篮球。来来来，我们来。我原本以为今天会前面会玩很久，结果就这样子说，我们太大声，太好笑了。这不在我们的想象之中。嘿，没错。来，你要猜，我来猜。你先猜啊。好。不对，这样你就没有音乐了。那我猜，我猜。那我中文就好了。玩这个玩英文，那也太难了吧，超难。不是恐怖游戏啦，是读唇语。Hello， 卡卡洛卡，你在捷运手机放声音，为什么不戴耳机？啊，你已经开始听了。什么东西？你已经开始听了，你已经开始听了。对。哦。怎么？太快了吗？Hello。那我们开始猜吧。你猜我在听什么歌？好。你根本不要唱出来，我要怎么听？远距离还爆，远距离还爆。對對對你要唱多久？什么？你要唱多久？你可以开始了。哇，什么？我想一下，我们今天要猜，哦，我现在要猜什么？好好听哦。好，你过去一点，过去一点。刚刚被邻居兄觉得尴尬。你们在干嘛？好了好了，来来来来来。刚刚被邻居兄觉得尴尬。太长了吧，十个字。五个字。
一出，梨珠，哇塞，这是什么？先下一个，熊。每次玩完这个游戏，我都觉得我的耳朵快坏掉了。
为什么要听这首歌？我觉得我很厉害。你要先别说嘛，对吧？不是我笨，一直干很难呢。你知道尴尬跟尴尬是什么？尴尬，超难的。下次好。我没有偷骂脏话，等一下我思考一下。巧克力。孝贤。我明明就讲了三个。八个字。巧克力。巧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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克。巧。巧。巧。克。跳。克。我全部一次，巧克力葡萄。哇！要跟我讲一场茶，等一下没有音乐。在吗？听得到吗？你听得到吗？OK。巧。巧。笑。巧。小。小。小。巧。巧。哎，等一下。科。科。科。球哈哈哈哈哈哈。
流。Q Q 流 Q Q 球。不是。肉 Q 肉 Q 多 Q Q。等一下，我好容易想笑哦。哦，哎，我的提示明明就很明显。Q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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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什么什么啾啾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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Q Q Q、哦、没音乐了，你是不是听到了？哎，听得到吗？听得到吗？听得到吗？我爱你哦！什么？啊，来来来来 ，Q Q Q， 对，你听到了对不对？我刚刚有听到 Q Q， 然后你为什么现在听得到我讲话？是不是 ？Q Q 绿葡萄。绿葡萄 QQ 球，巧克力葡萄 QQ 什么葡萄？绿葡萄，巧 QQ 绿葡萄啊！什么 ？QQ 绿绿葡萄 QQ 绿葡萄 QQ 球球。球球，球，绿葡萄 QQ 球 ，QQ 球，绿葡萄 QQ 球。思考一下吗？思考，你还说不用变聪明，你现在很笨。Q 葡萄 QQ 球，啊，葡萄绿 QQ 球，不是吗？啊，怎么那么笨？哪里有名字？终于 ，QQ 巧克力球。不是，我刚刚讲的是巧克力葡萄 QQ 球。你没有巧克力啊？有，没有？我刚刚是跟你讲什么？栗葡萄，你猜不出巧克力，你是小。哎，你知道我第一次讲，我以为你是有话要跟秀贤讲，那我跟秀贤。太好笑了哎、欸。哎、欸，很难哎、欸，就跟你刚刚的尴尬一样。我都比 Q 了，你还猜不出 Q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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？ 不是，很难哎、欸。来来来，对啊 ，Sparky 两个样本。我们想一下。那我们现在讲什么？而且可能要完全英文，屁！我英文超懒的。谢谢小蓝的怪子玫瑰。我想一下。宵夜要吃盐酥鸡。笑贤，什么样的笑？教什么莲雾？笑脸，娇脸，娇，娇，
呀呜！小小小小脸，小小小剑，小饼。就
哦。你为什么要省略第一个？哦。七哦。哦。啊。哦。九。九。要。要。吃。吃。卖。白。卖。胖。卖。派。骗。骗。卖骗。派骗。派骗是什么鬼啊？卖骗。派骗。派骗是什么？你吃过派骗吗？我不知道，你就讲派骗。再吃再吃。这么派骗是什么？卖。起来是不是？
对，夏贤说没了。谢谢，开心。卡恰你才呆呆嘞。谢谢 Sparky。谢谢小贤的红包。我没有抢到愚者的 QQ。没事没事。大叔，我机上。干嘛？好可爱，他是想睡觉。谢谢 Sparky 的红包，我要抢到，好开心哦！果然一直点是对的。真台主，怎么跟 B B 一样的地位？谢谢人豪的红包，谢谢小蓝的红包，好开心哦！你干嘛？太棒了吧，我有359，我来丢个礼物给你。丢什么？还没输吧，还是更畅快。嗨，谢谢啦，你的打 call。 五谷超可爱的啊，给你们看他的皮肤病，其实现在好很多了，给大家看一下好不好？好可爱哟、哦，好乖哦，怎么那么可爱呀、啊？我们两个很不认真的播直播，超不认真的。在哪里啊？我找不到。你在看？在看。还不给看。就在这边。我要来玩你的罐头。我没有玩过你的罐头。你的罐头怎么那么少啊？太酷了吧！我的罐头超多的。太可爱了。不好意思，叫我玩一下罐头。哎，我们两个真的很不认真，我们来认真播啊，快点！姑姑回去了。夏贤，我也爱你哦。我是不是又太大声了？待会儿等待又来。我们怎么在哪里都可以被人家说夏贤？对啊，我上次去饭店也是被讲小声音，太好笑了。我在练歌呢，就是。就被讲小声音，太好笑了吧。干嘛？你在干嘛？我在看我自己。美美的、啊。红包好啊，星星，真的、哦、来，我准备好了。我来林姐家就是来搞破坏的，还要害她破产，因为她要养我这只可爱的小猪，她现在不想要了。谢谢星星的红包，这是一直点的成果。我真的没办法，因为如果我一直点的话，我会出现啊、哦！我抢到十八，我点掉了。不是因为如果我一直点的话，只会出现，就会直接点。哦，我知道。对，所以主播不能很难。对。为什么我都抢不到愚者的十八？愚者每次发我都会把它点掉，不好意思。再测嘻嘻，不错。
装可爱。啊！亲到了，耶！亲到了，亲到了，哈哈！你好像那个小丑，好可怕！我今天看到那个演伊特的那个伊特是谁？伊特的那个伊特。他一车就他，对，演那个小丑的那个人的本人长什么样？我在讲什么？我现在文法怎么那么奇怪？我说我今天看到演员，看到那个演员，对，演那个小丑的那个人，超可怕的。他说他那个笑容是他哥帮他想出来的，还是谁帮他想出来？他说。是他发现他哥哥会，他知道他哥哥会，结果他发现他自己也会。他说他们家族都会那个，对，大部分的人都会。我准备好了，我也准备好了。我要把它。谢谢西西的红包，24！哎，你厉害哦！太棒了太棒了，我抢到了，我抢到了，谢谢西西的红包，太开心了吧！谢谢西西，谢谢西西，谢谢红包，谢谢大家。你们的零件现在在我的手上，其实好像是我在他的手上，因为我在他家。十点喽，太快了吧？对啊，超快的，不是十点。谢谢小玉凤。谢谢米酒 kiss 猪猪，为什么人家猪猪你就开心？因为我嫁你的。我也只记得今天被林俊。哦不，我都忘记，谢谢天上版的 kiss 猪猪。他要跟姑姑玩，他好忙哦，他现在睡觉吧。他好可爱。谢谢小欧颖，我想睡觉。对啊，我要准备下播。谢谢人豪的 kiss 啾啾，雨林帅颜，假的。虎视眈眈。谢谢小雨的 love you。有一只老虎，它的名字叫丹丹。
虎是丹丹。OK。谢谢哥哥的 sweet candy。是我们的网络不稳吗？嗯，是吧。要关播喽！要关播了。不要说古老的冷笑话。有一只熊朝着你走过来，有喜乐哭马来。什么意思？有备而来。你要猜一个成语。有备而来。对。有喜乐哭马来。OK。还好你没有开冷气。哎，我没有开，不好意思。这是笑话，这是脑筋急转弯，脑筋直直走。我在干嘛？我想睡觉了。你真不睡呀、啊？先洗了哭。啊有，我在讲什么？有洗。去睡觉，去睡觉，去睡觉。我已经呛了。谢谢放翻冰。白熊问号。黑熊问号，台湾黑熊问号，明天要穿外套，对啊，大家记得穿外套来，而且明天应该还会下雨，所以一定要带伞，不然就会被雨淋哦。是。那我要念排名咯，别叫我张小宝，是干嘛放屁？太正大光明的放屁了吧！啊，排名，念排名了哦。第一名是西西，谢谢西西。不行，太好笑了。第二名是呆呆卡丘，谢谢。爱你、啊，谢谢卡俏，谢谢卡俏，谢谢卡俏。第三名是西兰，谢谢西兰，谢谢西兰，谢谢西兰。第四名是尼哥，谢谢尼哥。第五名是 Nico， 谢谢 Nico， 生日快乐 ，Nico， 谢谢。Nico， Happy Birthday to you， Happy Birthday to you。第六名是金佑，谢谢金佑，谢谢金佑。你知道谢金佑？谢金燕。OK。啊？什么？什么？什么第七名，谢谢小贤，谢谢小贤，谢谢小贤。第八名是八二，谢谢八二，谢八二。原来我们的粉丝都姓谢。是的。第九名是谢 PJ。谢 PJ。谢谢 PJ，PJ 大，谢谢。第十名是小姨，谢谢小姨。谢小姨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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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谢谢大家。那、啊、这个就算了哈。喂，干什么？第十四名是雨林，谢谢雨林，雨林最可爱了。坏蛋，阿杰坏蛋，最搞笑。好的，田中动力王。我那个呆呆，那个雨林就算了，什么意思？你什么意思？对，雨林最可爱了。说谢谢，对不对？嘿，林杰最漂亮的，对说 对, 对不 对, 对？谢谢 Jack。耶、yeah. ，哎对，他完全不想理我，好可怜。算了，下次手快一点好不好？不对，下次脑袋要清楚一点。谢谢旧爱死的分享，旧爱死的分享。谢谢星星。
你哦，星星。我刚刚破音嘞。切哩不哩。我打喷嚏很可爱，真的。嘟比嘟比嘟比咪。谢谢博汉的 love you。And you me。好，关起。闭嘴。换歌，换歌。Oh today。我每首都可以唱。什么叫认养歌词？你在干嘛？哎，这首歌终于出了。这是什么？比悲伤更悲伤的故事。它不是出过了吗？嗯，那是之前没有犹豫好办的，最近才出。啊。领结，领开了。领结刷嘟嘟嘟嘟嘟。领结刷嘟嘟嘟嘟嘟嘟，领结刷嘟嘟嘟嘟嘟嘟，领结刷。啊。雨淋刷嘟嘟嘟嘟嘟，雨淋刷嘟嘟嘟嘟嘟，雨淋刷嘟嘟嘟嘟嘟嘟，雨淋刷。阿贝桑刷嘟嘟嘟嘟嘟嘟。为什么？为什么？三姐妹吗？对对对。Let's go。Kiss do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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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no way. Kiss do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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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do. Run away do do do. 冰山变得真好。你看哪里有星星哟？你看哪里有星星哟？星星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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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太好笑了。我们要下播咯，我们要下班了。锵，锵起来，锵锵锵，锵锵。不好意思，不好意思，他累了，不好意思。谢谢阿凯。香的，美的，冒泡。哔哔哔哔哔，不是小迪吗？小迪的字键，哔哔哔哔，那种突然之间小迪，好搞笑。冒泡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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谢谢谢谢夸奖，谢谢说我很强。为什么要刷理财？让我想到那个 Snapchat， 哎、欸、不对 ，Snapchat， 啊、oh, Snapchat， 里面有一个宝宝。OK， OK， 收走来来。OK， 你们知道我在学什么吗？我给你看。阿凯奶奶，谢谢卡卡洛塔，期待以后看到你哦。希望你可以赶快来参加我们的活动。对啊，玉人我知道，玉人当当奶奶，他怎么知道？真的，小颖。哎，怎么退掉了？奶奶，你好吗？奶奶，小薰，奶奶，米酒，奶奶，黄鱼，奶奶，燕子。奶奶，米粉，奶奶。好了，奶奶星星，奶奶广湖，奶奶带，奶奶 Sparky， 奶奶人好，奶奶加阳，奶奶人，白痴，奶奶呆呆，奶奶田中豆粒王，奶奶广湖，没有春雷，没有奶奶春雷，什么？这什么？这什么？好丑。他们看不到我啊，找不到我啊。林杰，那
奶奶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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胖胖。奶奶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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伯汉。奶奶柠檬。奶奶奶奶奶奶奶鱼。奶奶思源，奶奶海岛。雨林宝宝。奶奶人好。他完全不想理我。奶奶姐。It's okay. 我看到了吗？It's okay. 奶奶笑起来，奶奶米酒，宝宝，宝宝咪，宝宝咪，林杰宝宝，脸大了点。我觉得林杰宝宝跟我长。咦，自己剪。没有雨林的红包，我抽过红包了，哪有？可是你上面没有写，剪掉了。What？ 你都不叫我，就是跟我讲，不要跟你讲。你的听西西的叫喊，这什么奇奇怪怪的图？好听的歌。It's okay。奶奶。奶奶。手机剩3%，快点，快去充电，帮你充电。不是啦，充电是这样。是没有，是这样。啊、哦，怎么讲？秋品涵，秋品涵怎么讲他？我是秋品涵，我是秋品涵。我的小字在哪里？在哪里？在哪里？我的小字在哪里？不会学，好难哦。好，我的小字在哪里？好难哦。不会，真的不会，真的不会。他的大舌头很难。品涵的大舌头是独特的大舌头，独特的大舌头不是大，不是很大舌头，但是有点大舌头，对，是很难学，你知道吗？不是一般的可以学的。在干嘛？在教蜜蜂哦，太棒了，太棒了！林俊廷吗？这样子。阿娃娃兵啊，有啊，孝贤啊，孝贤。我们是蜜蜂娃娃兵，哎，小蜜。来啦，袖子结果是袖子，哎，神明，哎，自己讲，哎，你干嘛又拉啊？美呀，好了，要睡觉了，美炸了。学柏林是不是？可以，可以，可以，大哥，可以，大哥。他那时候还在后面呢，太过了，超好笑。你们看那阿伯上面，好哇耶，太过了。晚安，晚安，为什么要这样子？为什么要晚安？再次一二三，晚安。莫名的有喜感，天哪。哎，你们这个礼拜那个绿草地的时候，看我们两个跳舞，我们两个制造了一个跳台式的动作，很好笑、哦。哎，我们在右边，哎，有人坐右边吗？右手边的，你们坐右手边的吗？你们一定要笑死，想说会走。有没有人坐右手边？我们的右手边，你们的左手边。对对。啊，偏右吗？小熊，不错啊、哦，很酷哦，很好笑、哦。跟这个一样白痴，跟这个一样白痴。对啊，左边坐右边啊，奇怪、欸。超好笑。就是我想要练习，然后懒得跳，然后就一直对，一直做这个动作。好笑，不行，你现在不能破梗。就是我会懒得。做动作，你知道吗？就一开始发懒。你明天就知道了。好啦，那我们要睡觉喽。Good night， 拜拜。Good night。
两个特别有没有像？不像吗？这样子不像，这样子当然不像。别提到零点，你知道我们两个一起睡一个单人床，超好睡。之前的事情是一样，不管怎么样都会迭代，迭代。叠在一起。奶奶，奶奶，奶奶，踢贝贝。好的，我会踢贝贝。好像不带踢贝贝吗？阿北上吊要来 K 你。不是，阿北上是阿基上杀手。阿基上，阿基上什么？欧基上。阿基上。火鸡上，我以为你是火鸡上，我以为你是故意的，不是啊，火鸡上，太好笑了吧？阿鸡上，这什么刘海啊？到底好像跳完舞的领结，如此的乱，哪有？好啦，睡觉喽。拜拜。你为什么嘟嘴的时候会有一个很臭？学不很难。我以为你要我学你，我以为你在教我怎么用那个声音。杨子奶奶，杨子奶奶，奶，哈哈，害我衣服的乱掉，等一下，不行不行，来来。都比较偏可爱，听到没？我比较可爱，你比较漂亮。奶奶